哇，怎么弄到我的头了？怎么又用到我的头了？你又不是在钓鱼。哇，你看好像彩虹。好不好？我们坐进去做爱心，够了。好，我们选择一个颜色做爱心，把它头尾绑起来，头尾绑起来像阿姨这样子哦，头尾绑起来。阿姨都有留那个一点点的空空的给你们，所以呢可以很好绑成这个样子，头尾都可以绑哈，头尾绑起来。先选择一个颜色，这个颜色是要做爱心的。哇，好像气球。还是要选择别的颜色。还是可以，可以加一个红色。这个颜色好吗？好，不行。还是黄色。好了，好，那我们绑起来以后呢，跪准中间，跪准中间，跪准中间，可以啊，中间变圆柱。我们两边呢，像你那边那个就没有对的很好，中间这两边的距离应该差不多。妈妈可以帮我，然后跪准以后，妈妈可以帮我，这边先收着，先坐一下，这样子对不对？像这样，你对准中间，这个摩擦，来，你这边摩擦摩擦摩擦。